古早古早以前，有一支泰雅族人从南投仁爱乡一路跋涉，经过大坝尖山之后分别迁徙，其中一支来到塔克金溪右岸的司马库斯，还有些人翻山越岭去到宜兰落脚生息。这两个部落透过一条穿越原始森林的山径往来交易，访友结亲。这是一条迢远崎岖的山径，尤其交通工具改变，这条路所经之处更是北台湾最浓密原始的迷雾森林。我们由司马库斯部落出发，经过鸳鸯湖，穿过枝丫纠缠、蕨类茂密的泰雅族人殷勤古道，体验早年泰雅先民在山林间奔走，远到几十公里外探亲访友的心情。这是一座潮润丰美的原始森林，滋养山林万物，以及活跃在迢远山径上血浓雨水的泰雅族人。我们翻山越岭，体验到的是崇山密林里的浓浓人情。清早五点，天蒙蒙亮，知了就开始大鸣大放。好好的雪白营地简直像开了间锯木厂，平常还颇有意趣的蝉声一旦清梦被扰，就觉得十分恼人。我们从司马库斯一路走来，懒会陪了我们两天，沿途巨木林立，溪流快相流溢。昨晚我们摸黑来到这里，隐约感觉到身旁巨木森然，快木气息扑鼻而来，正庆幸能有一场好睡，没想到大清早被蝉声吵醒，还听说接下来的路程可没有前两天那么轻松惬意。太阳终于出来了哦，今天可以说是我们这一趟司马库斯古道哦天气最好的一天。那我们昨天就扎营在雪白山这个营地哦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营地的话，它就在这个整个森林里面，那旁边也看到很多棵大树啊，包含一些快木啊，气候是很凉爽。这个营地也是去攀登雪白山最近的一个登山口，从这边爬上去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可以登顶雪白山，那来回差不多三个小时。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哦，就从这个雪白营地出发，然后就走司马库斯古道。我们今天会越过古道的最高点，翻越过去就会经过西丘斯山的登山口，继续是往宜兰的方向走，最后会经过鸳鸯湖的上方，下到100到16.3 K， 也就是我们这一趟的终点。路况的话，听说是比较不好走的一天，因为听说很多枯枝倒木会在路上。那现在太阳慢慢也照进森林哦，今天走这个古道天气是蛮适合的，所以今天行程以气候来讲应该会蛮顺利，而且走起来应该还蛮舒服。摄影师阿义一面取景一面絮絮叨叨，发誓要找出那些吵得他睡不着的元凶。这只倒霉的蝉被他逮到，虽然立刻表演噤若寒蝉，但是阿义起床气一时消不了，追得他无处藏身。大伙儿乐得在一旁看热闹，欣赏蝉翼的光影变化。只有小学妹不离不弃，自始至终守在早餐前，对食物用情之深让人动容。学生时代就参加登山社，也爬过几座山，在那个克勤克俭、对山林自然的认知还模模糊糊的学生登山年代，食物只怕是登顶之外最能慰藉身心的东西。第一次参加电视登山外景节目，除了开拓知识的视野，向导大餐更让小学妹胃口大开，希望食物可以激励她继续刻苦耐劳，留在工作团队里多学点地图的判读技巧跟野外知识，当然还有电视作业的基本概念。
在屁股对我呢，你又最前面的，你要换头巾了、哦。头发很臭，才两天的一个臭。我帮你拿豆干跟棒棒糖。棒棒糖，棒棒糖啊！就是充满活力的一天哦。为了保持大家良好的身材，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所以我们要做这个热身运动哦。那因为就在我们下面有亚成鸟营哦。他们有很多活动，那我们苏狼不苏丁，我们这边也有老鸟营啊，我们都是老鸟了，所以是老鸟要更要运动嘛啊、哦，那这样才不会受伤。那我们待会还有很长的山路要走，所以我们要出发前要先运动热身一下。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小田，那个吧，右，不干嘛，不干嘛，膝盖吧，勾膝盖吧，勾嘿，勾勾，换节炒蛋。那就关，来换你。我昨天晚上没有吃，关节炒蛋。哦，右，我又掉了，没有换节炒蛋。洋葱炒蛋，不叫洋葱炒蛋，昨天有洋葱炒蛋。好，大家热身完，筋骨有没有伸展开了？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要上背包，走我们今天的司马库斯古道，要走到终点哦。好，那就上背包了。好，上背包。筋骨已经软了，现在很软，准备出发了。上背包，大家辛苦了，要背起沉重的装备。好，准备出发了。各位啊，听说今天的路况会比前两天不好。当然了，倒木很多啊。倒木很多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要拿出这个110公尺跨栏的这个本事啊！待会大家脚要伸长一点，要开始跨栏了。对、啊，哎，不错啊。跨栏还好，抬不起来。要钻的话就比较麻烦了。对啊，这真酸啊，恐怕是。我们要从新竹县尖石乡走到宜兰县的大同乡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，一二三，呼呼。干嘛走了？走，出发！500障碍开始了，第一关是钻倒木，加油！哎呀，哇，同学们！哎呀！啊，这边要跨栏的。都会开始了是吧？对，跨栏的啦。开始要跨栏了是吧？给队友按下杯子。不是中岛，不是假的。我们才出发一分钟啊，就开始有这个倒木要跨过去了。哇，后面的路还很长啊。哇，还好刚刚有拉筋，因为现在就要做伸展动作了。所以这出发前最好是热身一下比较好。慢慢下 ，OK。所以小心，其实倒木有时候蛮滑的。哦，加油！加油！啊！走，确定脚再说还可以。OK。很酷啊。好。小心。嘿。小姐。哎，好。OK。要不要帮忙不用不用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呼啊呼呼，这么神啊！布农族的族呼终于再次响起。不过小田跟蓝教官两位布农好汉在泰雅族的地盘上喊起来，少了点威震八方的气势。大概是脚下道路崎岖，还得分神跨栏，在背包重压之下走路已经分外辛苦，放声呼喊只怕也不容易。才离开营地，已经开始怀念司马库斯的巨木群步道，希望司马库斯祖灵护佑，我们这些外族人能顺利走完这条艰难的阴亲路。今天的路哦，果然是比前两天还要更不明显，而且它路更小、哦，因为这平常走的人不是那么多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些树木啊，
像这些杜鹃，还有一些灌木，甚至一些建筑啊，就长得比较密，所以就要慢慢这样钻，所以路况就比较不好，而且真的是倒木还蛮多的。我们这样走这样一小段，就看到很多倒木，有的要爬过去，有的要钻过去，所以大家走的会比较辛苦一点。所以大家拿出跨栏的本事啦，或者钻这个树洞的本事喽，啊，这都会很难铲哦。现在跨栏的是杜鹃，前面的跨栏是快木哦，反伤害。好，四年后的奥运就要增加这个项目了。百十公尺跨栏其实已经名列奥运项目，今年还有位选手绊倒伤腿，单脚跳回终点。我们走的这条路完全不可能跳到终点，所以请务必小心，我们可没有伤腿的本钱。这条路是司马库斯和宜兰亲友往来的姻亲路，恼人的路况倒很贴切地反映出婚姻的道路起起伏伏，坎坷难行，非得有决心一路扶持才能走下去。我们的小学妹原本很希望融入司马库斯独特的社会体制，但是踏上姻亲路才没多久，浪漫的想象马上被现实消磨，热情大退烧。不过无论路怎么辛苦，人们总会苦中作乐一下。这边难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展望，一个视野啊，因为我们古道都穿梭在这个半山腰，都走在这个密林之间，所以很难得可以看到这么好的 view。 那在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崩塌地哦，所以都可以看到远远的画在天地上的一条人线，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圣人线。那圣人线从大坝一直延伸到雪山，在这个角度看到最明显的就是在正前方一颗这个世纪奇峰，就是大坝尖山哦，真的是很雄伟哦。你看它就是一颗大石头啊，一个岩石这样指上这个天际哦。在这个圣人线以这个角度来讲，它最明显，那也最壮观了。整个独立的一个山头塔克金溪，它的源头就是在大坝尖山，然后品田这个地方，所以这边也是淡水河的一个源头。这边看过去，除了大坝尖山很明显，那在它的左边有像那个一片一片那种板岩的那种感觉，那就是穆特勒布，那一直就往雪山延伸。在左边一点，你看到武林四秀，像品田啊，那最远可以看到桃山都看到，所以这边视野还不错。这边有个小小的一个展望啊，那在这个地方同样可以看到这边蛮清楚的这个林相啊。那我们之前走的话，很多是这个块木的巨木哦，啊有红块，那现在蛮多是台湾扁柏形成的块木林。不过在这边有一些变化，这边也可以看到，也铁杉也出现了。那铁杉它树形的话，跟像我们看到块木都不太一样，它的枝丫伸出去比较平整，然后像云朵一样，像雨伞啊这样一朵一朵的。那穿插在这个块木林里，那这样林相有一些变化。比较下方的话，都还是以块木为主，所以这是台湾很漂亮、很壮观的一片原始块木林。摊开地图，我们发现，从身处的块木原始林画一道水平线，西边有司马库斯巨木群、镇西堡巨木群，往东则有鸳鸯湖原始林、七兰巨木群。往北一些，桃园复兴乡拉拉山巨木群耸立。这片潮润丰美的中海拔迷雾森林，也是台湾保存最完整、最具有世界自然遗产潜力的景观。前几年还曾经有成立马告国家公园的规划。具有人文情怀的泰雅族姻亲路，又是一条横贯台湾原始森林迷人的自然山径。即使坎坷难行，但一条自然与人文的朝圣之路走起来别具意义。尤其身旁那道圣棱线，更是 MIT 台湾志长久以来不停想望却始终无法企及的神圣障碍。即使十周年的中央山脉大纵走，位于雪山山脉的圣棱我们还是无缘亲近。
希望下一次再看到它，就是我们准备好跨越障碍的那一刻。雪白山又称太史升山，位在新竹、桃园与宜兰三县交界处，海拔2444公尺，是桃园县的最高峰。山头有一个二等三角点。雪白山地处偏僻，无论是从新竹经司马库斯入山，或是由桃园经新兴部落入山，步程都很长。山下的雪白营地是登雪白山或行走司马库斯古道的最佳宿营地点。现在又钻进这个密林里面了，这森林很茂密，然后出现很多建筑，所以我们现在除了看到一些森林，一些灌木，也要穿梭在这个建筑林里面，还是很多倒木。哇！不过看到这些巨木哦，参天巨木哦，让人家很感动。这树每一棵树都是在这边百年千年哦，守护这块土地，这看的真的是。很壮观，太滑了，靠自己，不要太依赖。这片森林原始壮观，一生难得几回见。不过除了麦哥得把现场介绍给观众，阿义得拍摄画面，他们对森林巨木留有印象。其他人回想森林样貌，多半只记得脚底下的枯枝倒木和身旁千千绊绊的建筑。行进间三不五时听见小学妹呼救，不是滑跤卡脚，就是被树枝甩一巴掌。看来下山的那顿晚餐得多叫两样菜慰劳一番。倒是有一位成员闷头苦行，任劳任怨，摄影师对这位临时摄影助理是赞赏有加。阿庆，哟，哦，辛苦辛苦啊！不会啦，大家都很辛苦啊。哇，你体力怎么那么好？啊，平常都有在运动啊，做一些肌耐力的训练、体能训练。你几公斤啊？我介于61至62吧。啊，标准。因为怕胖啊。爬山哦，也不能吃太胖啊，超过80就不够。多背一个背包的重量了。对啊，像汉军这样60几公斤，瘦瘦的，精实啊，这样体力是最好的。哦，那你爬山几年啊？嗯，算一算应该就是大概30几年吧。当兵前就对大自然很有兴趣啊，退伍之后才开始接触百岳啊、高山啊。除了爬高山之外，还有走其他的路线吗？就86年认识一位登山的大哥啊，他叫简武雄啊，我们都叫他简大哥啊。台北山岳协会的。对对啊，他们就是都会走一些探勘路线。哦，从那个时候开始跟他们混那个探勘路线，就百岳很少在爬。哦，百岳很少在爬，听说已经爬了几座？91座。91座就很少在爬了。其实有时候中级山路线比高山还要更辛苦。对，而且探勘路线它很辛苦，不过很好玩。好玩，可以让你学到很多的登山知识跟经验。就像我们这样山就是中级山的形态嘛。那个探勘路线也有高山部分的，中级山的都有。对，你看这中级山哦，森林都很茂密，像这个还有一些路径的，有的是完全要自己开路。我都是变成说要跟着受境，如果没有受境的话，就是变成要自己开路啊。所以一天前进的距离也不是很长啊。对啊，中级山有时候砍那些树枝、建筑、捡那些藤蔓、砖啊。对对，有时候没有营地，紧急扎营。啊，有的时候走错人线哦，还要再退回来，就把一些时间都浪费掉了。啊，真是在辛苦你了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大家都很辛苦啦。对啊，前面几位向导大哥更辛苦，背了那么多。加油了，好，一定。大家加油啊！加油加油。好，减肥，我们要减肥了。这样走重走的话才有耐力，那就多背一个背包，很重啊。我背这边很重哦。好，来，六块踩一下嘛。
呼啊呼呼，干嘛疼啊？好，刚刚有拉过筋嘛？有啊。所以现在是拉面嘛？现在是拉面，应该没问题。OK。很 Q 啊。好。是。终极山果然不好爬。我们这一段的话都是很茂密的箭竹林啊，是向导大哥他们背包都非常的庞大，那路径比较小，他们钻起来格外的吃力啊。我们钻起来就好一点。啊，一步登到，是不是很潮湿啊，森林？四包地。谈到减重，蓝教官首先叫好，不过比起身体的重量减轻，他更有兴趣的是背包减重。他甚至突发奇想，建议我们让他先爬上中央山脉，在纵走路线上沿途种上萝卜、敏豆、高丽菜等等，一个月以后我们一面纵走一面采收，省得把菜背在身上挺吃力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可以的话我们还可以赶鸡赶猪上山，必要的时候为登山者补充点肉类，就怕到时候对小动物下不了手，还得把自己的食物当饲料喂养它们，那才吃力。其实在这种浓密的森林里行走，管你环肥燕瘦都难免磕磕碰碰，或者被树枝挥棒打击，这种事经验丰富的老鸟都不能避免，菜鸟会遇上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奇的是我们的菜鸟什么状况都会出，娱乐效果十足。跨栏伸长一点，左手拉箭竹，再抓一个箭竹好了。你要联系上面的箭竹，拿上面的箭竹，三四根就可以了。对，多拔一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又脚上来。好。哇！嘿！哎！没有没有，深呼吸，稳住。深呼吸，没有，他故意的啦。怎么样？他不是嘞、欸。有没有扭到？没有。伸展一下，甩一甩，动一下，拉一把，拉一把。那个很滑，那个很滑。有没有扭到？有没有扭到？说真的，说真话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要逞强。有没有？应该没有。你要爱他，哎，不要抱紧他。速速。很大一颗哦，好滑哦。可以抓这个，这个很滑。我爱他。爱他，但是不要抱紧他。阿毅的爬山哲学听起来玄之又玄，很像心理咨商师会给的建议，大家都不能理解他的明白，但实际体验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。我们爬山常得依赖树枝岩石，攀附这些东西的时候要紧紧把握，但如果紧握不放却无法继续前行。懂得利用身边的事物，还能适时放手，才是登山之道啊。爱他，但不要抱紧他。这段话请笔记下来，这是阿毅老师的山径罗盘，静心小语，将来是要集结出书的。嘿，冒出头了、哦、我们跟这些杜鹃一样哦，冒出头了。刚刚穿梭是在杜鹃林里面，那看不到树冠哦，那现在爬上来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些高大的杜鹃上面的叶子，看得很清楚。刚刚在森林里，现在看到它的树冠了啊、哦！好，加油！请小心啊！好，可以办到。哇、哦，帅哥哦！好了，我笑了。简易的木桥，嘿。独木桥很好滑、啊，脚卡住了，汉琴把它拉一下，求了，不丢脸。你卡脚啊？卡脚，丢脸了。那边往前啊。嗯。不是，不是那边。还登山社的嘞。卡头啊！脚膝盖，那个脚膝盖。卡住了。
自我介绍一下，来自于哪里？我是实践大学绿野登山社今年刚毕业的同学，然后很高兴可以加入 MIT。这是我第一次出外景哦，很兴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度的节目啊，可以让我认识到很多动植物什么的。就是跟以往在学校爬山很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以前就只是走路，然后爬山，然后可是这次出来有那个介绍什么，那叫什么啊？拉会哦。拉会。拉会就是帮我们介绍植物啊什么的，还有一些历史，我就觉得感觉很不同。好。对啊，加油！以后你有苦日子过了，加油！以后可以和这些总是在山路上摔倒的帅哥，经常被树枝拉扯的辣妹一起上山下海，享受一起吃苦的幸福，还能聆听阿义老师的山径罗盘，这些事小学妹都欣然接受，前提是向导大餐一定要充分供应。又经过一番建筑和倒木的折腾，向导已经和我们拉开距离，在对面山头上出现。从他们的高度往山谷底下看，云雾山岚掩映中隐约可以见到深藏在中海拔山林的鸳鸯湖，那里有罕见的大片扁薄纯林，稀有的水生植物，能在这里一睹它的风采也是一种幸福。一百县林道位于省道台七线77.6公里处，属于行政院退辅会森林保育管理处管辖，是早年采伐林木的大卡车通行的道路，长度30公里，也是由北横公路前往七兰神木园区和鸳鸯湖的唯一车行道路。由于这里是生态敏感的保护区，只允许学术研究，相关业务需要者经过申请获准后才能进入。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哦，能够在一个制高点拍摄到鸳鸯湖哦。因为我们之前也去过鸳鸯湖，看到都是平面的。今天因为是走这个司马护斯古道，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比较制高点的地方，现在海拔2300公尺。整个鸳鸯湖大概的形状，这边看就很清楚了，它就是一个狭长型的。那鸳鸯湖它也是太钢溪的源头，那太钢溪流下去就是淡水河哦，所以鸳鸯湖也是淡水河的源头之一。那我们可以看它那个狭长的湖面，它在比较下游的地方是比较宽广的一个湖面。那鸳鸯湖很多水生植物，最有名就是东亚黑山人啊，候鸟从比较温带的地方带到台湾来。那除了东亚黑山人之外，还有水毛花呀、岩子菜。鸳鸯湖它的海拔高度大概1600多公尺，那它地理位置是非常特殊，所以它有特殊的一个气候环境。那也形成一个特殊的生态，所以这边是很多学术单位，包含中研院啊、东华大学，都能做长期的研究。那我们之前也记录过，像东华大学的张世杰老师，还有夏玉娟老师，他们十几年来在那边做雾气的收集，还有做这个气候的变迁哦。所以这边也算是一个气候研究非常重要的样点。而且这个地方在鸳鸯湖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可以看到整个湖泊的演替，除了整个湖泊的深水区域哦。它慢慢往上游那地方就会形成一个沼泽地带，好，再上去就变成草生地，那再慢慢就会有比较矮的灌木，然后在它周遭又有高大的扁柏啦、铁山环绕在周遭啊，所以它形成一个湖泊的掩体哦，在这边看非常的清楚，那也可以看整个森林的层次哦，从低一直到高，非常的清楚。那这边也被列为的鸳鸯湖自然保留区，要进到这个保留区的话，都是要特别的申请才能进去，那一般像我们登山者要特别的申请。鸳鸯湖的地理环境完整而且独立，难得的是保留着台湾相当少见的原始森林，无论是针对生态系统还是湖泊水文的观察研究都是非常珍贵，极具学术价值。
1992年，国科会推动台湾长期生态研究，鸳鸯湖就被选为研究对象，设置工作站。另外，多项有关全球变迁的研究也在这里进行，包括树木如何吐纳二氧化碳，云雾森林里的氧气和养分如何循环，都有研究者在这里锱铢必较。也许有一天，人们会从这个美丽的湖泊窥看出微妙天机，找到解决地球诸多困扰的线索。我们经过这座山头，再次钻入森林，心里多少有个底。这应该是今天鸳鸯湖的最后一眼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再埋头苦行，也许有机会在暗夜的森林里和它擦身而过。哦，吃便吃便，怎么这么好？我一找得到水的地方，又有这块小小的空地，不然都没有地方休息，真的。果然是很小的空地。对啊，他们三个先到前面，因为这地方太窄了。哇，太厉害了！果然是阿洞斯，你看，在这个辛苦的半路哦，找到水源，然后又煮了一锅面。哇、哦，拿碗出来吧。哦，快点快点啊！还有什么沙丁鱼的啊、哦？然后跨不过来吧？哦，吃面啊！他一路都在肚子饿。哦，怎么了？快掉眼泪了。哦、真的。泰鲁吃面了。他们有吃吗？你在拍什么？布幕。布幕哈。在底下泡面。很漂亮的原始森林，台湾已经难得看到这种森林了。哦，我看你一路啊，这几天都在拍照，为什么会一直在拍照啊？台湾的原始，由于这一片是。北部来讲算是最原始，没有破坏过的，超漂亮的，超喜欢的，赞赞哈赞哈，泰鲁真是很辛苦啊，没有，第一次拿这个怪怪的什么东西，跟背东西不太一样哦，这个收音下杠怪怪的，不习惯，以后要收音就说那个怪怪的拿出来，怪怪的拿出来，对，哦，吃面吃面哦，好了吃面哦，哎，多饿啊。没有力气讲话，那就赶快吃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师傅把头灯拿出来，要吃完再说。不会吗？会吗？不一定。幸福的味道，虽然有点辣。怎么会辣？你都还没吃到，就会辣。辣得好。很红呢。那个是番茄啦。番茄哦。番茄酱啊。早说嘛。讲，不然你先喝一口嘛。番茄，来拿杯子来。要练习吃啦。练习啊。我这边好厉害。我们这个队伍成员来自大江南北高山平地，小学妹第一次出外景，动植物生态、人文历史、登山技巧都学到一些皮毛，就连队伍里的南腔北调都学得怪声怪气，不知所云。无论如何，好学是好事，只要别学蓝教官的荤笑话跟冷笑话，学什么都好。大伙儿面还没吃完，阿洞师又开始他的煮咖啡绝活，一行人正沉醉在咖啡浓郁的香气之中，突然间麦哥看见远方的天空云雾慢慢散去，一座气象恢宏的大山从云雾中冉冉浮现，那是台湾五岳之一，中央山脉北段最高峰南湖大山。麦哥说，我们的中央山脉大纵走起点就在那里，看来我们已经箭在弦上，非走那么一遭不可了。我们并不清楚中央山脉大纵走的难度如何，但从司马库斯古道远望南湖大山，只觉得云山缥缈，不知如何能攀登这座大山。鸳鸯湖生态保留区位于宜兰、新竹、桃园三县交界，保留区面积374公顷，湖泊3.75公顷，最大深度约4.5公尺。由淤积状况判断，极可能是山崩堰塞峡谷而成。为维持珍贵的自然景观及生态资源，民国75年公告为鸳鸯湖自然保留区，国科会则在民国83年将鸳鸯湖纳入台湾生态研究体系，并跟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合作，实施长期环境监测。
们从刚刚海拔2300公尺哦，一路这样下来，现在已经降到海拔大约2100公尺。那这一路下来哦，就比较湿滑，因为这边水汽很重。这边可以看到典型中海拔森林的形态哦。那中海拔也是台湾水汽最多最重的地方哦，所以云雾大概上升到这高度就慢慢会凝结成水汽哦，所以都会在山区这边聊到这个地方一般又称作云雾带。那在这个森林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树好像穿着绿色的毛衣一样哦，毛茸茸的，包含地上这些倒木啊哦，都会长着一些苔藓类。那像树上挂的像这个装饰品，像这个松萝啊，那这都是在这个云雾带一些代表性的植物。那像我们自己有去过像大鬼湖地区啊，还有在下面那个鸳鸯湖地区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森林的一个形态哦，就是树上都毛茸茸的，很漂亮，长满很多的苔藓植物哦。在森林的底层也可以看到很多蕨类，那这边数量还蛮多的，像这个瘤足蕨啊，那有一种瘤足蕨很好辨识哦，你看它是一回的羽状复叶，那你把它翻过来一看，它的叶背很明显的是白色的哦，这白色的非常亮，所以它这个特征非常明显。那这就是台湾瘤足蕨。那我们看到瘤足蕨有两种形态的叶子，这个叶子的话是营养叶，除了这个营养叶之外哦，这边叶子形态比较不一样，那这个是它的繁殖叶，就是孢子叶。那孢子叶我们可以看它上面长得小小小小一点一点的，就是孢子，成熟的时候会变成咖啡色，那等它掉到地上就会长出新的一颗瘤足蕨。那这边还有另外一种蕨类，在这个海拔也常看到的，就是在这边这种是西子蕨。西子蕨在中海拔的地区也常看到。那西子蕨特殊，它是冰河时期遗留下来的蕨类哦。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征，就是叶轴上面会长一个不定芽，就像小孩子的拳头一样。那这不定芽它长大变重的话，它就会掉到地上又长出一颗，那它是进行一种无性的繁殖。那一般蕨类的话，都是在叶背会有很多的孢子，靠着孢子来繁殖。那西子蕨它很特别，它可以进行无性繁殖，就是靠它的不定芽，那是它的一大特色。这里的水汽氤氲，一年之中像这样的晴天屈指可数。潮润的空气，遮天蔽日的巨木，让这里的土地像一块饱含水分的海绵，轻轻一按就会渗出水来。这样的环境让森林底层苔藓和蕨类生长繁茂。我们穿行的这片森林向来有台湾侏罗纪之称，可惜我们不是生长在侏罗纪的大型爬虫类动物，没办法分花拂柳，轻松自如地穿行在湿滑浓密的森林底部。根据学者研究，这里的云雾水汽饱含养分，是一般雨水的10倍，难怪这里的植物密度如此之高，那些灌溉植物的云雾正逐渐笼罩过来。看整个浓雾慢慢的飘过来了，那我们一路就穿梭在这种深山老林中哦，不是很好走，因为很潮湿，水分很多，所以走起来很湿滑。那一路石头啊、枯倒木特别的光滑，所以有时候很容易去绊到。不过换一个角度来讲，虽然是不好走，可是它呈现的就是一种很自然、很原始的这种美丽哦。那我就想到几天前在司马库斯部落，头目跟我们讲，这条道路就是新竹和宜兰的泰雅族他们部落之间在往来的道路哦。我这样想一想，他们其实蛮厉害的，因为我们这样走的话就不好走了，那他们还要背很多的物品，从新竹到宜兰或从宜兰到新竹，真的是蛮辛苦的。啊，天黑了，要加把劲了，加油！现在古道等于在鸳鸯湖的上面嘛，哦，这边的森林实在是很密哦，前面也是。MIT 的好戏要上场了，准备摸黑，今天一定要赶到100林道哦，那就出不去了。哎呦，哦，你小心头哦。哎，因为我在跳探狗。要不你们要小心头，小心啊。好低哦。有一些树干可以抓，
很陡啊。哎呀，有一点荡秋千啊。对对，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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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有看到这边，哪里？这边都没错。这边吗？在这里的森林像姥姥，不对不对，姥姥居住的地方。错了。哪里？我这边。太好了，我是你发现了。打一下招呼，看在哪里啊？这边。哪里？从我这边。好。这里是北台湾迷雾森林，千百年来，像我们这样摸黑钻进森林的人，应该是少之又少。头灯照射范围有限，头顶上林木浓密，星月无光，脚底下倒木树根不断纠缠，这种情形下在迷雾森林里不迷路才怪。还好向导经验丰富，学习原住民的技巧，听音辨位，寻水声，摸索下切，总算走回正道。但是过程中难免绊倒摔跤，踢石头撞树，各种惨状不一而足，不知道还得多久我们才摸得出这片原始森林。七兰神木园位于一百县林道12公里处，是行政院退辅会森林保育事业管理处所辖的森林游乐区。区内有62棵从400年到数千年树龄的巨木，主要是红块及台湾扁柏，是当年天然下种更新而留存的母树。其中51棵依照树龄及古代先贤命名，如孔子、司马光等。全区有3.1公里的步道连接巨木，可供亲近自然，享受森林浴。才想啊，走路也要晃晃。到了，到了，终于到100零到了，恭喜大家，辛苦辛苦了，来，辛苦，还是一样啊，鼓励一下。耶！啊，恭喜你啊，第一次走完这个 MIT 这次的司马库斯古道，怎么样？我觉得很酷哎。很酷哎。太厉害了。很新鲜啊。很新鲜。刚一路大家都跌跌撞撞的下来啊，因为真的摸黑不好走啊，辛苦了，我们通过 MIT 第一关的考验啊，往后的路还很长，加油加油，好，邓辉邓辉，好，辛苦哦，哦，变大中驾人哦，啊，我可不想跟那个要当释迦牟尼，为什么？小蚊子太多了，赶快弄下来，这下蚊子很多，对啊，小蚊子太多了，好，邓辉，谢谢了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啊，好，篮球官，来来来。好，继续努力啊！最后还要感谢最辛苦的摄影组了啊、哦！摄影组真的扛着沉重的摄影机，要走这种路真的是蛮辛苦的啊！阿姨了啊、哦，辛苦了！阿姨真的很辛苦，背这个沉重的摄影机。还有我们这一次的向导助理泰鲁，怪怪的哦，怪怪的，从来没有拿过这一支，怪怪的啊、哦！哦，辛苦你们了啦，真的。哎，汉青还有汉青呢、啊，不会啊，我、哦、汉青第一次尝试啊。哦，你看他，他拿这只走刚那种路啊，你看我们背背包是比较合乎这个人体工学啊，拿着脚架就不好走了哈、哦。谢谢了，真的谢谢，不会、哦，辛苦了。我们终于走完司马库斯古道，完成头目告诉我们走的这条路了。那大家现在最希望就是下山。吃饭，回家洗澡，然后睡个大头觉，一觉到天亮了。好，那就回家了。好，回家了。就在前面呢。
车子就在前面了啊。好，到了。好了，大家辛苦了，加油。可惜我们在大同乡没有亲友，如果能像旧日的泰雅族人那样远来访友，夜里围着篝火饮几杯水酒，叙叙旧事，应该是颇有一番情味。千百年来，两地族人以这条山径往来沟通，但交通动线改变，山径日渐荒芜。我们重走此路，体验古早味的访友行程，更希望山径依旧迁徙两地，泰雅族人勤快往返，为台湾的自然美景增添温暖的人情。